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介绍一部由靳东所主演的都市爱情剧《如果岁月可回头》。该剧是由靳东、蒋欣、李宗翰、李乃文领衔主演。故事讲述了同一个城市中三个彼此陌生的男人，因为婚姻失败，不约而同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结识了导游兼酒吧老板江小美。江小美的酒吧成为三个失意中年男人倾诉痛苦、敞开心扉之地。三人在彼此的扶持下，开始了对生活、情感、事业进行全新体察、治愈自我的故事。在《温州一家人》里，我第一次见到靳东这位演员，而在《伪装者》的播出后，相继捧红了王凯和靳东两人，到之后的《琅琊榜》。出道将近20年的他，才真正迈入电视剧的一线演员，及坐拥收视率保证。前后相继拍摄了几部热门的都市剧。最新的这部作品预计3月20号播出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最新的资讯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